来了，帅气的警察小哥哥小姐姐们。然而，你们不知道的是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七、十。第二名、第一名为什么要向前一步走？都要加入舞蹈动作。这只是流汗吧，没有别的，就是汗太多了。汗太多了，戴上檐帽子啊，滚上！你看我头发热，没别的感受，就很学到了军人的气节，警察的气节，感受非常良好，非常良好，没练够，没练够，实话吗？啊，有点虚。